Entro un budinete.我们家乳牛生的小牛肚，所以我们要赶回家，不然它睡着的话，它妈妈就会扔下它自己走掉的。它妈妈在这边，所以我们要赶着它们两个回去。Вот нога его. Вот нога.这个是昨天下的，哎呦，咻，嘿，今天晚上可能又要下雨了，看天气，下雨的话，这两个小东西它会感冒的，所以赶回家。建在棚圈里，快走呀，宝宝！呀，咻！他们都饿了，进屋给他们热牛奶吃。今天晚上的花花的和挤的奶，妈妈跟我喂的这些小羊羔、小山羊羔都是没有妈妈的。有几个是别人送的，因为我们家有奶牛，有牛奶。我们这块是不挤羊奶的，它们没有妈妈，所以我们只能用牛奶喂。造反牙，造反牙。推门进来了，他我们家蝙蝠侠，渴望的小野生。好了，喂完了。立秋之后，天黑的越来越早了。
以前是8:30差不多才天黑，现在是7:00多就天黑了。因为晚上需要护着这些，就是照顾着这些小牛肚小羊羔这些，所以活儿干到很晚才能结束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